带个漏勺啊，这边有蛤蜊，给它捞一点，没之前多了，但是应该也还可以。大过年的，整点这玩意儿，发财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个头多漂亮，完完整整。这都是野生的，不是养殖的，这边全是。把这放在这儿。有的露出来的呼吸来了，这就捡了一个漂浮球，里头还带水的呢。小福，来玩去吧，五块钱一个啊，这得带着。这个一个10块，比那个便宜。来福。喜不喜欢这个？这也不行啊，这俩都拿的。那个在这儿，这都是渔民最爱的东西。这海边捡了个大蒜，还在发芽了，这带不带回去？都酸了，放了吧，也是个好的。这是不是太胖了？嗖，太肥了，能不能看见这个肉？都穿到外边来了。这种沙子得给它用海水给它泡一泡，不能直接吃，得泡两天。这个小宝是啥？石头鱼。哟，冬天有这么大一个石头鱼，冬天这玩意儿特别难遇到的。哼，这卧沙卧的老漂亮，我给你们找个地方让它卧一下吧。有的管这玩意儿叫塔嘛，卧一下吧，捡捡福。他特别好奇，特漂亮，跟小舌头一样，特别活。这个带回家养的吧，就这一条。这个城堡，在这边上会迷了一点沙子。哎，上来，再来一点。它这个鼻子有一点点蔫的，能看清吗？上来，不走了呢，不爱动。这个城堡太老实了，也是这边的水干。你看，这一根，哎，这一根不小啊，看，这一根得20块钱。看这个头，你们就能看出来，特别肥，嗖。还有水分，哎呀，这对联百福临门，溜溜溜溜，过年了，溜溜，不许乱跑了，坐下坐好。哎呀，能不能活了？多漂亮这个鱼，看这小嘴还歪歪的。这鱼缸也有点脏了，这几天得清理清理。还活着的，哎，过年贴对联喽，没有横批呀，就这俩就挺好。呀呀，别被风吹下来，汪声豁达，有肉不怕。这海虹现在可肥了，看这个头。这俩皮筋就得值10块钱，这一只螃蟹60。放一点点盐啊，搓这个八爪鱼这个吸盘啊，里头有那个脏兮兮的东西，
给它多捋几遍。不喜欢吃内脏的，把它的脑袋一翻过来，给它揪下去。这墨囊有点破了，还有这个眼睛，给它剪下去。这眼睛太大了，不能吃。这是个海鲜锅，今天大过年啊，做了八个菜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秋葵，生抽放多了一点，排骨，清蒸鲈鱼，凉拌海螺，辣炒花甲，海鲜，这是小罐头，这是大虾，看看这小花甲，别看小啊，这小味儿挠挠的，特别好吃。我炒花甲是一绝，炒你蘸一点汁儿，配上米饭，特别香。这里头我放的是香醋，还有生抽啊，在里头拌的，很好吃的。这玩意贵呀、给你们看看里头的膏啊，怎么样？这道菜大家知道吧？天灵盖拌饭，特别特别鲜。看这里头的小黄，配上点这个辣椒酱，可好吃了。看这里头这个黄也不能给它放过，真肥呀、现在这季节。看看这个黄，哎呦，太肥了。螃蟹，这种螃蟹不如那个野生的好吃，它这种是放那个养殖池里养的，没有那个鲜味儿。它就是个肥，过几天教一下大家做这个凉拌海螺，特别好吃。这鱼我不太会蒸，但味道还可以啊。我比较喜欢吃那红烧的。看这里头这肉。太香了，麻辣花甲我的最爱。吃八爪鱼就吃这个长腿的，来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。新的一年呢，大喜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工作顺心，平安健康。好，我们来年再见，拜拜。来，拜拜。再来这表情，来过来，满身是狗。